你在学校抽烟？你抽烟了？你抽烟了？没有。谁抽烟了？我说你干嘛的？啊，值日生啊！上一边待着。我瘦瘦怎么每天这么多瓜子皮？原来是你们干的！我跟你们说啊，今天你们几个必须把这打扫干净了。这么小的人，口气这么大！我要是不扫呢？不扫。 不走就不走呗，啊！我们还没待够呢，来坐这儿。你们今天要是不扫，我就把你们抽烟的事情告蔡主任了啊！告蔡主任？告啊！去啊！ 你想干嘛？你想打人是吗？怎么了？打你怎么了？我打你怎么了？我告诉你一个，你在，你们仨好个意思吗？仨大老爷们欺负一小姑娘！大哥，你敢推我？许小小，你先回去，这交给我。回什么鬼？明明是他的错。哎，聊完没？邓宇。 邓宇，英雄救美啊！你是干嘛的？你，跟你们没什么关系，赶紧滚蛋！不是，差不多得了，学体力了不起啊？都干什么呢？ 蔡主任，他们欺负我，我们刚才路过，我看他们在打扫卫生，打扫的不干净，我就批评他们两句，他们几个不乐意了，非得这个，来打我。吴三，你200斤的赘肉都长脸上了是吧？睁着眼睛说瞎话。行了，别吵吵了。 一个二个的，就不能给我省点心？都来这干嘛来了？你们俩，你还有你们三个，除了徐瑶瑶，全都去我办公室。蔡主任，不是这样的，是吴赛，他在这抽烟。抽烟？对啊，我让他扫干净，他还不扫，还推我。邓宇他们是来帮我的，你不能怪他们。我没抽烟，都是他们。 不怀好意，故意诬陷我，诬陷，让我诬陷他挺全呗。蔡主任，你看，吴三，现在就去我办公室，还有你们两个，快点！ 小姐，你可真敢说呀！没看出来啊，许小小，那么厉害。这有什么呀？他都敢抽烟，我有什么不敢说的？可那是吴赛啊，一高一霸，那脸肚子，反正没有人敢欺负他，除了你。确实，他基本上和宇哥一样出名，而且从来没吃过这样的亏，还特别记仇。啊？ 我不知道啊，许小小，你这回是真惹了个麻烦。不过还好，在学校里面，他也不敢这么整。你要是害怕的话，我可以送你回去。